最近好多老鼠哦。我发现这只有进化型哎，竟然还打掉挂号了。哦，我怎么突然大隐大挪移？哎 你们觉得杰拉奇什么时候要出啊？到底有没有杰拉奇啊？啊，哎，我现在记玩家的名字喽。RA 是不是？RAIY 你好，应该是我附近的玩家。嗯，今年是 B3 门耶。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做一集跟信武蛋对战的啊，因为其实比信武蛋这么常见。对啊。不过我应该会附送一场 PVP。其实说真的，哎呦，坦克海鸥哎，我靠，哎，这可以进化吗？这是，我等下试一下去抓海鸥。哎，观众，我跟你们讲，我很像没有那个海鸥的进化型，印象中，要不然就给他猎啊，对不？我们自己抓，这个也可以进化。啊，先不 PVP 啊！你如果要这么过分也没关系，肯定不 PVP。好了，我们今天 PVP 先暂停，好不好？我们有至少达到对战了嘛？但是我这只进化选项还没那个，可以啊！要给呀！抓好抓满 今天也太多场次了吧？嗯哼，对面有一只。